Hello，大家好，我是麦克科比，这个是 Sonic 音速小子索尼克那个未知边境 Sonic Frontiers 剧情流程的第六部分。那上一部分其实也就只是帮助那个纳克鲁斯去一起呢去帮助这个世界的可可的特种部队，算士兵吧。那相信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因为我地图已经全开了，然后这个算那个混沌翡翠哦 ，Chaos Emeralds 也只差一颗，那最后一颗应该都是在王身上，然后就是那个 Boss 那一条飞龙的身上，所以我想应该接近了，这个地方应该快结束了。那关卡也是啊，那个二之一到二之七我也都跑完 S 了啊，也是让自己满意的这个赛跑过程了。Sonic, check these out.I don't think this ancient machinery was active before. Any idea what changed? Something similar happened on the last island. Let's just call it a little divine intervention. Divine intervention. If I can solve the lock's code, it should open the way to that flying titan. Wait, Sonic. You're still missing a Chaos Emerald, aren't you? Oh, that thing will tear you to shreds. 应该在他身上吧。The last titan was holding the final emerald.I'm willing to bet it's the same deal here. First, though, I need to play this crane game. Let me see. The stones and the ports seem to have corresponding colors. Okay. 这个地方呢，我之前来过了，但是因为我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这个画面突然被跳掉了。哦，要在这边哦，要在这边操作。那之前我们在这边，我有来过这里啊。然后他是跟我说，我现在没资格操纵这个，现在可以了吧？哦，哦哦，所以是像吊娃娃机这样子吗？歪了，还是歪得离谱。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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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会自己帮我调整，太贴心了吧？那应该是怕玩家这个操作的时候不顺，然后就是影响到游戏体验哦。等一下哦，给我推一下哦。它是有固定的，固定的一个小小的格数，没办法做太多微调。那这样子以这个视角来看，确实很难，因为。你没办法确定那个前后的距离啊，让我想到那个也是 Sega 团队制作《人中之龙》的那个抓娃娃机的那个小游戏啊，应该再往下推一点吧。OK， 应该推到底吧？哦，推到底好像，想要推到底，哦、不用哎、欸，我刚刚是对的。就差一点，往下一点 ，OK。我觉得这个前后的距离其实不好抓，在这个视角，这个视角也是这样子。啊，最后一个是完美啊。欸，再跑出一颗球。OK， 啊，这原理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开了个洞给你。为什么会是一个球开路？我也不知道，好奇怪啊。You did it. Nice work. Was there ever any doubt? Ready to go face impossible odds? We've faced worse. Here we go.Try to keep up. Whoa, hey, that's my line. Ah, 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先过去吧。这里应该是也是过不去的，这里。哦，可以耶，这里过去。到哪里了？
我之前都没有特意去走这边。Interesting. Okay. I guess. 好吧，稍微这个远离一下主线。这边我没来过，我一直以为它那个红外线那个挡住那个路口的地方是你一靠近之后它就会关起来，它就会启动。我觉得不是，它只是实线制的。哦，好，OK， 就这样而已啦。我刚才以为它会一路通到那个旋转的那个地方哦，那里应该是 BOSS 站吧，我一直在想。 这下可好，我好像回不去啊！哦，这也是拿那个混沌翡翠的地方。 刚按 R2 没反应，完蛋，越跑越远！不要抢走我身上的东西。 OK， 这该怎么念呢 ？Wyvern 吗 ？Wyvern，Wyvern 吧 ？Wyvern，I don't know。W Y 怎么念呢？想办法攀爬出高处是吗 ？OK， 这里就看到轨道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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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还好，拉回来了。这个是……哦，等一下等一下。 找到路了，这里。然后呢？我们该怎么办呢？观察一下。
他真的不会来攻击我吗？怎么可能？之前凶得很呢。没办法瞄准啊。I have no idea right now. 爬上他的头部，没办法，刚刚都没跳出来。对啊，不行。Oh shi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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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没等好。那原来这边还有地方可以爬、喔，那我不晓得刚刚那个地方是，也许是等下在战斗的时候会用到吧。啊，这里可以吗？还是要再更，更高好像爬不上去了。这个是跑道吗？OK, we failed.
Okay, finally. That 格挡啊。哦、oh, ，我没看到 ，I didn't see that coming。哦，用飞弹打他，用他射出来的飞弹格挡回去了。Oh shit！ 我应该是要，那他的招是可以格挡，我们打地之王的时候也许可以试。我记得我是试过了，好吧。啊，格挡了没用啊！靠，还有一把哦，没看到。哎、欸，我不是格挡了吗？我其实看不太懂我的那个超级索尼克的这个样子在格挡。OK。然后呢？然后还是被打飞了。为什么现在不能攻击啊？啊，没看到，眼花缭乱。哦，挡掉了。我直接把他甩出去，像鞭子一样。有点怪怪的感觉，因为他中间那个卡斯汀刚好又，你知道有空有空有间隔。所以是真的可以格挡，只是我刚刚之前的时机都按错了。哦，这招，所以先要躲圈圈了。So it's fucking high, bro.
我靠，太快了，没看到。God damn it! That's my bad.哦、oh、shit， 又没看到。哦，他解除格挡的时候，他会有个意识，没办法再格挡。你要么就从头到尾按住，不要动。哇靠嘞，要按两次哦。啊，太多了，画面太乱，看不清楚。但我还来不及啊，我还在闪圈圈呢、啊。Okay, those fights kind of hard. 这边没有接轨，这边是无缝接轨，就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虽然画面还是怪怪的，因为把它甩开之后，又回到这个状态。哦，钓鱼游戏啊，干，没看到。QTE 时间吗？他吃飞弹了。Yeah, of course, and you just want to hit your mouth. Yeah, you keep telling yourself that. I've got one more Titan bot to go. Hopefully, I'll find Tails too. I'm worried about him. He'll be all right. Now hurry up and save the day already.刚刚的 BOSS 战其实还不错啦，只是我觉得就是他那个场景切换有点不够顺，就是有点像是这个 scene 切到下个 scene 的感觉，没有那种连接感。但是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然后我的操作有点烂，就这样，因为我没有搞清楚格挡机制啊。上一只王第一个逃的王真的是
每次都被打飞。为什么每次换一个岛，都会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呢？然后一定都会发生这种事情。OK，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刚好告一段落，先到这边哦，有点短了。那因为上次也花太长的时间在这个探索方面了，然后还有寻找关卡的方面哦。那看起来这是一个火山岛，那我们接下来的冒险就会在这边进行了。第三个岛，不知道会不会在这边遇到 Tails， 查尔斯吧。如果是以前的中文翻译，应该是叫查尔斯。那感谢各位收看，就到这边，下次再见，拜拜。